The town looks very 什么 now? It has changed a lot. 这个城镇呢，这个镇上看起来非常的怎么样？现在看起来非常怎么样？It has changed a lot。这个叫完成式，完成式表达的是已经或者曾经或是持续。我们这里应该是表示它已经改变了许多。选项 A serious 是严重的，选项 B worried 是担心的，选项 C favorite 叫做最爱的。选项 D different 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从前后语义看到的是这个城镇呢，现在已经相当不同了，因为它已经改变了许多，所以答案是 different。